16强止步，16强。其实塔子这一场输了会有点闷的，因为他第一场是打第一场算是战术赢，第一场算是两矿，然后教室吧。我觉得第一场其实比较偏营运一点，但是也是战术，然后赢了。然后第二场是被虫洞输的，第三场是干嘛？第二场是他也是压制，然后也是开始有优势，然后后来被虫洞翻盘。啊，第三场我忘记什么，啊，第三场是野四 BG， 然后野四 BG 那一场也是劣势，然后变优势，然后最后再被翻盘。然后这第四场也是劣势优势，然后劣势，然后扳回，然后又被，反正都是每一场对，那虫每一场都虫洞。我平常不会看阿西。有机会放重播的比赛，那个讲过应该就不会再播了吧？好吧，打天地吧。对面能够打到军黑客16强，绝对不弱啊！我资本用掉，等一下我调一下画面。干，一步就洗掉，等我一下哦。他说的应该是那个水养机吧，他应该不是说那个Twitch本身那个大画面广告吧。还是说你说是Twitch大画面广告，那个就不是我能控制的。等一下萤幕又熄火。对啊，哈斯要回国啦。哎呦。好，继续。它是会熄掉，但是然后我萤幕灯也会关掉，然后我一定要把我的插头拔掉再插进去，它才会亮，而且还有时候还不会亮。好，我们开始哦。那个赌盘在这。哦，赌盘已经结束了，抱歉，来吧 ，Go Go Go。三萤幕一个多少钱啊？对，应该是什么电控板，什么启动板坏。但是它其实我有保固哎，我是要买1年半，应该保固是3年吧，印象中。
啊，应该送修吧，能省则省吧。哎呀，按到了，用延长线的开关关闭萤幕。哎、欸，这好像是个比较方便的方法、欸。可是我的刚好我的延长线上面都是统一开关的，我只要一关掉，我的电脑就整个关掉。靠！VGA 什么东西啊？你说换一条线吗 ？VGA 是线的意思吗？不是延长哦。我的另外一个萤幕是用 HDMI。欸，你说有可能是？因为它是用 HDMI， 所以洗掉嘛？不对啊，我两边的萤幕有换过位置，所以它 VGA 跟 HDMI 都试过，都是会洗的，都会洗那个 HDMI 跟 VGA 都会洗。的金矿，不玩重组，玩神族，看能不能冲个宗师啊！乱练一下，我们下一季来打宗师啊！认真，不嘴炮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没有足够预算1500，要买什么游戏？虚空之翼啊，1000块，然后500块可以拿去那个按摩店码个一节，对，多划算！你没有足够。下一季福鼎升100下飞机用。我打到宗师，你就冲大师。干，你这个难度比较低齁。对，1500也可以抽48卡包啊，也不错哎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然后我参加比赛啊，但是很尴尬，你知道吗？我如果进了，我就不能当赛品，有点犹豫，你知道吗？你们知道我，你们懂我的，你们懂我犹豫的点吗？我如果今天打进8强，我就没办法当赛品了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上次打一个 WCS 第9名啦、啊。更多水晶塔，不当赛品，对啊，没不当赛品没钱吃饭啊。因为播比赛的时候，他怕我在打比赛，怎么当赛品啊？每期。那反正下一次的 WCS 第3季我还是会打，好不好？如果进了，我们就打比赛；如果进8强就打比赛，没进的话就当赛品，好不好？你没有足够，搞不好到时候我又犹豫了。守生者永不屈服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哎呀，干！可是我上去打，我就算打进8强，我也是上去。节目被虐的而已，你们不觉得很可怜吗？看辉哥上去比赛被虐，哎，太残忍了。你们忍心看我上去被虐吗？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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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研发完成。
我们一定会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看，有人说冷心是怎样？哇哦！居然是什么啊？太神啦！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我必会死的。我回来效命。我的好奇加酷，将荣耀审判已经。你的战士们正在与敌人交战。出围巾，他也太生气了吧！最气的那种，出两个围巾来杀我的引刀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哇，这边怎么有这个？升级完成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我来了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魂主一体，这干嘛？这按错了吧？一脸按错的样子。完成。工坊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靠！你的探测机正受到攻击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我来了，在阴影中。你需要我的转移技术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没有足够的金矿，会按照你所说的完成。冰冷的怒火，让敌人尝尝我的愤怒。靠！足够的金矿，守生者永不屈服。圣塔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光荣的战斗降临了，谨遵指示。
信仰，让我们一纳扎卡尔。我们要往哪里进攻？前进！圣堂武士，出动！纳扎卡尔米娜。听从你的指示。艾吉。艾吉升级。我来了。看你们买什么都好，带我带上我一份。好，我要去吃福正亭哦。福正亭要怎么带我上我一份？靠，好近。好啊。谢谢。金矿场已经耗尽，你的探测机正受到攻击。金矿场已经耗尽。你的探测机正受到攻击。哎，别忘了这场对手是宗师哈，我怎么打起来没有感觉啊？是我太猛了。莫忘对手是宗师好吗？虚空，你的探测机正受到攻击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探测机正受到攻击，没有足够的金矿。很有趣，我会帮你。战士先转成，非常明智。侧击正受到攻击，你没有，我无法支撑下去。引导我们，优能网路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我来了，在阴影中。我们基地正受到攻击，升级。
受到攻击。好吧，很有趣，会按照你所说的完成。我们都很认真。杰地正受到攻击。基地正受到攻击。我们都很认真。尝尝我们的愤怒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基地正受到攻击。我们遵守你的命令。好吧。我们和鹰影是一体的。基地正受到攻击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为了绝我们必须对抗黑暗。加36，宗师66，你敢信？感觉往脸上跳就碾过去，但是往脸上跳被 A 爆，我就被碾过去了。刚的情况是我如果一直甩的话是一定赢的，就是我如果甩稳稳甩是会赢。跳上去的话就是一翻两瞪眼。你才童装，靠腰。我也以为罗特是童装欸。你们是要看他的视角还是我的视角？给你们看他的视角啊。我顺便上个厕所。我觉得他是四招啦，这个应该不是他本来的打法，但是四招了。还没有看过本人。车准备完成，这几天会过去他们公司一趟，应该有机会见到。工程车准备完成，需要更多的补给。工程车准备完成，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工程车准备完成，工程车准备完成，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升级完成。附属建筑完成。
工程车准备返航。工程车准备返航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升级完成。附属建筑完成。工程车准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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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成。附属建筑完成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你们是要看他的视角还是看我的视角？刚刚那个说想看 RP 是要看我还是看他的？哦，他的是 SP97031536， 你是玩人类的吗？红装罗特，干超靠背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准备出动。我们的太空工程车正式准备完成。工程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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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准备完成。我们的太空工程车正式往前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准备开始掠夺了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升级完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附属建筑完成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油加满，可以出发了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工程车准备准备好在地狱狂欢吧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你打神族中继续吗？懒，现在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现在人类打神族中继续化没有强化到什么。工程车准备。然后现在神族多的教室，你被教室。你被教室轮那个闹了一轮就差不多了。我有大麻烦了。苦啊，我说吧。解放即将到来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罗特穿美金的。工程车准备完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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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准备出动。然后张太阳在是吧？各就各位。油加满，可以出发。解放即将到来。研发完成。哎呀，还有时间比赛可惜啊！准备出动。他可是把 Sam 在退役前，看一下那边长怎么样。他可是在 Sam 退役前把他4-0的男人啊，金矿就居然被打虫族淘汰了，这。遇敌人了。
机械化，他打机械化，我觉得机械化打的是不强。他其实，我觉得这一场这个宗师在四招。对啊，胜退役了，他应该快当兵了吧？我想，我猜他退役可能跟当兵有关吧，我不确定，我没有问他，但我猜可能是要当兵了。金矿场已经耗尽，金矿场已经耗尽，你的探测机正受到攻击。金矿场已经耗尽，你的探测机正受到攻击。就是那个啊，人类投鬼雷之后，神族有一种拉法是小技巧啦，但是我自己没有这样用，但我刚突然想到一个方法，可以很快的拉出一只过去给鬼雷炸，就是说他鬼雷从这个地方，他从这个地方过来，对，他炸你，然后你这时候把你所有公民框起来之后，往右边点之后，你从滑那个荧幕下面点一只公民往右点，这样那只公民就会有一只公民拉出来给他炸。我就是我突然想到，金矿场已经耗尽。工程车准备完成，工程车准备完成，还特地把它放大，画 bug。工程车准备，还特地把它放大看我被炸几只啊？工程车准备完成，他该不会开直播吧？他战狼来啦！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工程车准备完成，工程车准备完成。辉哥，卡时几点比赛？七点，卡时七点比赛。战狼来啦！真好忘改标准。完成。油加满，可以出发了。打完了，打完了。准备出动！对啊，我觉得他在试招哎，我觉得这不是他的本来的实力。战狼来啦！他输掉了。金矿场已经耗尽，准备出动！战狼来啦！油加满，可以出发了！战狼来啦！还有火力支援吗？神经病，还跟他打正面。我改了。金矿场已经耗尽。看一下，暂时没有，他回国。准备出动！啊，这矿越来越火热了。高，油加满，可以出发了。还有火力支援吗？战狼来啦！各就各位，金矿场已经。基地正遭受攻击，战狼来啦！基地正遭受攻击，金矿场已经耗尽，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金矿场已经耗尽，我们的太空工程车正受到攻击，准备出动！我们的太空工程车正受到攻击。
到攻击。正受到攻击。突然想到我的全境，不对，我的那个叫什么？突然想到我的那个叫什么？那个秘境探险四，那个片尾动画还没让他跑完，我让他跑一下。好，第二场。不知道为什么我会一直念前进啊？不知道。好，第二场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水晶塔，毒板已经开过了，这是第二层。
没有足够的金矿。侦查，头哥。圣堂武士，你的探测机正受到攻击。Najakar Mina。排除万难，听从你的指示。以荣耀而战，执行官，守身，信仰让我无所畏惧。请执行官，有事吗？看，啊！操你妹的！请下令，以荣耀而战，以荣我。请听指令。研发完。我要，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为了荣耀而战。我要，他怎么可以就这样跑走了？你必须把它放置在。审判已经到了。执行官，拿这个，一人。按说你的命令。战士们正在与敌人交战，能量不足，能量不足。守身者永不屈服。给我的方子，幽冥王子进入吧。游戏暂停，游戏继续进行。感动超没品，他一波 A 十五按暂停，他不给我暂停，超羞耻，超。他就恼羞啊，两框一波，然后被我守住，我按暂停，他不给我暂停。乐
超我羞羞脸行为。我来了，在英雄。买什么？我要买大阪粥炒饭。干真假的？来自大阪的吗？那老板做这个的是大阪人，是大阪人吗？哇塞哦！哦，你不知道是？我以为做大阪烧都大阪人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多少钱？250。好吧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250。龙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等等，我算一算。升级完成，你的战士们正在与敌人交战。哦，好没品哦，怎么这样子啊？将荣耀献。就闪电电死他。哎，没有用，还有一些是可以的。这几个，先我就放下，放地板就好，谢谢谢谢。受伤者，你必须把它放置在能量。废物，我们心里，我们都很专注。卡萨，给腾普拉比，有点优势啦，没有说必胜，但是是有点优势。你不要说我会赢好吗？像他的空投过一次，一定好第二次。先盖光炮吧。什么时候要盖光炮？就像这种情况下就要盖。平常可以不盖，但这种情况下要盖，因为他有可能会再来。升级完成。所以买250是跟他姐姐算一下。怎么了？怎么可能会狙？我把他的那个运输狙都反馈掉，他就没有办法补血啦。那我刚跟他硬碰硬的话，我就不会输。我吃一下饭哦，我放个 RP， 放这场好了，好不好？哎，有没有打重组啦？都是打人类。这一场是打重组的，印度的军。这一场好了，这场打重组了。加八对手超弱，哎，加八对手1400多的、哦。三矿，对面三矿。
后去贴沙龙 pass 了，先打了三个小时的手枪。所以你沙龙 pass 是要贴哪里啊？贴你的手臂吗？不愧是男模，好棒！猪排酱。贴手的，我手酸成这样跟他打，你们还不知道要怎么下位是醉了。好，我开始了，我是篮球，打字要打清楚啊。沙拉酱，哎，你们知道之前新闻有报一个世界金氏世界纪录，你知道他是打了多久吗？超强，他绝对是最强的。他打了2-3个小时，他是世界金氏世界纪录，一个日本人。然后那个记者还去访问那个他女朋友，说会不会反对你男朋友在锻炼这种东西？然后他说不会，我不会，因为他们彼此各自有自己要忙的事情啊。对，那他觉得他男朋友就是热衷于这种事情，他觉得也是蛮替他加油的这样子。他又破金氏世界纪录，超猛！二三小时，一个日本人，之前有上新闻，超强。2-3小时。你们赶快去吃晚餐哦！超扯，2-3小时哎！受伤者永不屈服。审判已经到来，江总，限定达来。做吃哎、欸，你们知道世界上最好吃的晚餐是什么吗？你们一定要试试看，如果你们有机会来台北，你们有机会来台北，一定要试试看这个。我觉得最好吃的晚餐，就是阿平买的晚餐最好吃的。守生者永不屈服，江总，基地正受到攻击。还没，还有一场。研发完成。你们应该推荐他做一个那个，用他的那个几百币可以买啊，买阿吉买的晚餐，对不对？哇，多好啊！阿吉帮你买晚餐，对，帮你，好直白，
我们家附近有家店叫烤鸡。将荣耀献给他。他是卖什么？守生者永不屈服。传送洞通。光荣的战斗降临了。阿杰甜不辣，热量太高了。光荣的战斗降临了。没啥，他的结尾都是扎自己。将荣耀献给达拉。临近核心已连线。屈服。传送成功。升级完成。传送成功。传送成功。战斗机发呆，发呆太久。将荣耀献给达兰。金矿传送成功。金矿场已经耗尽。金矿场已经耗尽。把这便当里面只有猪排跟饭了，高菜菜爆，还有什么？送。看一下这里面有什么，我根本不知道阿吉买了什么。传送成功。传送成功。哇！这里是炸的，阿吉管都是炸的，他还说他减肥，干！金矿场已经耗尽，传送成功。不是你内用不要划算，为什么？因为可以加饭吗？传送成功。守生者永不屈服。传送成功。金矿场已经耗尽。哦，这是豆腐，大豆腐。传送成功。啊，这有什么？这好像是味噌汤。光荣的战斗降临了。哇！
还没吃完嘞，我再放个短的好不好？哦哦哦，因为我很早吃福盛亭，没有很熟。我放个短的，九分钟了。他是炸那个啊，他这是炸豆腐。其实高丽菜吃到饱不错，高丽菜是蛮好吃。他去福盛亭买，你们吃过福盛亭吗？好像是高丽菜啊，什么饭啊，味噌汤都可以用。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很好吃的，福盛亭这辈子吃应该不超过5次吧。不能当作是给阿吉运费啊，因为阿吉根本没有拿到钱啊，所以不能这样想。他们辛辛苦苦帮我带晚餐、欸，所以我要抱着感恩的心来吃这个便当，每口都有几百的味道。到底是什么？番茄酱吗？有啊，今天哈手比赛啊，晚上7点比。我看这点点呢。太咸了！守生者永不屈服。还是你们觉得有必要我把哈斯的比赛再重新讲解一次，带跟着画面讲的，就是有 VOD 的画面加上讲解，需要再讲一次吗？要讲也是可以啦。要讲的话，我们可以来讲，就是带画面的。不过大家都已经看过了。你的探测机正受到攻击。要是，不然做个表单，超过100的可以讲好不好？如果超过100的话，哎，你们是要静态听吗？还是方便？
来来，我做个表单，有超过100个再讲好了。是 VOD 有 YouTube 版本的吗？他有 YouTube 版本的了吗？还是没了？还是还没有上传啊？有 VOD 版本的应该也可以，就是有 VOD 的话也可以。阿吉的味噌汤叫做吉义，他买了很多味噌汤，叫集资广益。升级完成，为艾尔而生。来来来，那个那个战舰世界的那个新手码要到了，来这个。为艾尔而生。金矿场已经耗尽。21个想要，感觉还好哎。金矿场已经好，守生者永不屈服。二三四有什么差别？敌人了，字面上意思啊。金矿场已经耗尽，我想二三四态度问题靠北了。审判已经到来，昨天的已经有了，不然晚点看看今天的有没有出来，有没有讲出来。守生者生，为艾尔而生。
来吧，第三场。选择可乐，OK， 够够，这样若再赢就开三只领哦，若输就是二只一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没有足够的金矿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一小时整附近人。八分的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烦不烦呢？这个。我来了，在阴影中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我来了，在阴影中。传送者功能，战斗
金矿。我们的敌人潜伏在附近。你的探测机正受到攻击。为了荣耀，我渴望出击。战斗 ，Heroic Cry！ 我们还有。能不能天空等着我，你的探测机正受到攻击。尝尝我们的愤怒。我是夜长之上，我们的愤怒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遵守你的命令，在阴影中。空间，我是玉石之上。我们的敌人潜伏在哪里？灰暗城。空间立场已连线。战斗，我们。天空等着我。我将遵守。天空等。能量不足。对，第三场，三只灵一四一屌虐一四一来，好，不然我先把 VOD 开出来跑，好，我怕他会那个，所以我先让他跑。我们再打三场之后来讲解，好不好？四十多秒嘛，四十多分的时候，我看一下，四十八。我先拉一下那个 VOD。好，然后。另外一个 YouTube 的 VOD 我也拉一下，我先让他跑，等等我们才不会播到一半转圈圈这样。好，再开三，再开，我们再打三场，打完以后来讲解，好。请 please 都好，没意见，随便。哦，干！花了，刚吃饱，大大。T26477432，二十下开了掉，我刚吃饱。兑换 T26477432，4 4 7 4 3 2
哦，开打、哦！哇，大师1463，我猜应该1500了吧？1526。靠，一幕又死掉，鸡巴！哦，怎么是这烂毒？悲剧了！下山之灵的可能要去哭哭脸哦。游戏暂停。刚好我要修电脑，修电脑一幕。网坏掉了，算了，我先把插头拔下来休息一下好了。游戏继续进行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你没有足够的。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那就RPG开局吧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建造更多水晶塔，我们一定会夺回艾尔。圣堂武士，出动！信仰让我无所畏惧。看，这边是不能走的，靠腰，我以为草丛哎。哦，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我以为是草丛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尴尬了。我们还应该是一体的。幽能网络部件，将荣耀献给达兰。
也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引导我们，提拉拉阿特，优能网络研发完成。守生。为什么会想要出飞塔啊？空间立场已连线，金矿场已经耗尽，传送成功。听从你的指示，文儒艺术，请下令，领导执行官。你需要。需要更多高能瓦斯，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你必须把它放置在能量里。
真立场已。幽能网络。生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我给你，我渴望初级。站着！天空等着我们。战斗的时间到了。了解。我将遵从。Not the wrong。乘坐在正。空间立场已连线。你需要。我将遵守。加 Zero Back 引导我们。你需要更多高能。天空猛线已经抵达。天空战场等待着我们。航空猛线已经抵达。哇，他这边我们的敌人。生那个兵给我杀的。我们准备赢。我渴望出。我可以穿越星系飞掠。我将遵从。航空母舰已经。你的太阳已经受到攻击了，在阴影。我可以穿越星系。进口指令。为了荣耀，让敌人尝尝我们的愤怒。矿洞基地正受到攻击，乘坐在正义之翼上。为了荣耀，基地正受到攻击，连接。战斗的时间到，我们齐心奋战。研发完成，为艾尔而生。航空，我遭遇敌人了。金矿场已经耗尽，你的探测机正受到攻击。金矿场，我来了，在阴影中。临近核心正受到攻击。浑浊不停，幽灵。金矿场已经耗尽，传送者攻击。哇，背包。放置在高能瓦斯。传送成功，传送成功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你没有足够的传送。我方的水晶塔攻击你，与敌人交战中，守生者永不屈服。我将遵从。
overrun， 我们遭遇敌人。这艘船舰将进行复仇。妈，他机械太好了！你的探测机正受到攻击。金矿场，我方的水晶塔遭到攻击。团，你必须把它放置在。我可。金矿场已经耗尽，基地正受到攻击。完成我们的分离，基地正受到攻击。传送成功。干，我应该，我刚应该是全部的钱全部拿去爆凤凰，应该比较好，不应该转航母。零一，星海论坛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星海论坛，顶多就 PTT 吧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水晶塔，超热。足够的金矿，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守生者永不屈服。那这我们要往哪里进攻？圣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你
足够的金矿。将荣耀献给达兰。执行官，有事吗？排除万难，信仰，让我战场等待着我们。Pour the love。谨遵指示，我遭遇敌人了。哦，白死了一些兵。研发完成。守生者永不屈服。执行官，守生者永不屈服。听，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，你必须把它放置在能量异场内。听从你的指示，排除万难。圣塔，我在战场等待着我们。谨遵指示。纳扎卡尔米娜，执行官，有事吗？信仰，让光荣的战斗降临了。前进。Pour the love。为了荣耀而战，请下令。你必须把它放置在能量异场内。守生者永不屈服。圣堂武士，出动。将荣耀。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守生者永不屈服。你需要更多高。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这艘船舰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我们正相位水晶充能完毕。优能网络建立完成，魂乳一体。排除万难。水晶塔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我回来找你。我们火力。已经耗尽，为艾尔而生。金矿场已经耗尽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我的体型更大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大家就知道我配兵了。以荣耀而战，
我们行。研发完成。导引艾尔之光。金矿场已经耗尽。干！靠腰啊！我的母舰核心送掉了，可惜。为艾尔而生，不杀我死血场。为艾尔而生。扣四分，哎，该不会这一场要开零之三了吧？宗师140，这谁啊？我们来解码器一下。140，哦，不知道他是谁。他没有解码解出来，资料库没有他的资料。妈妈球跑去 PVE 了，靠腰，他去杀那个路上野生动物，对不对？皮卡丘。哦，谢谢 IP 12323，谢谢你的订阅。今天生日吗？5月15号，所以是金牛宝宝，对不对？金牛宝宝。身为一个优质实况主，随身携带一个解码棒在身上也是合情合理的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这样打完就讲哈斯的比赛哦，这样打完。八G 三好像一条才900，是不是？还800啊？杀八G机一条就要降价、啊，前几天的新闻。去查一下，去那，你去那个原价屋或是什么官网上查一下，网路上都有他们的那个网路报价。我记得好像有降价、啊。足够的金矿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我干，老！
探测机正受到攻击。你的探测机正受到攻击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将荣耀献给基地正受到攻击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白痴，放大招哎，干！审判已经到来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幽冥宝。你的探测机正受到攻击。指令。我方卫星侦察遭到攻击。你必须把它放置在能量异常内。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幽冥。我方的是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我们正在等候。你的探测机正受到攻击。能量不足。幽冥网基地正受到攻击。受伤者永不屈服。引导我，请下令。幽冥网路很强壮，我们要战。幽冥网路进入完成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研发完成，对不对？有降价没错吧？所以我的讯息应该是没有错误。他如果在 A 我一波我就有机会，但他如果普通没有就输了。仍然还是我。我们同意。我去引导我。受伤者永不屈服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将荣耀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为了我是战场，我们还阴影。这里鸟蛋知道怎么打？幽能网路不强壮。我是黑暗之心。我是玉石。引导。你需要我，我们正在等候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
他不会空投啊，他就好好打晕就好了，不需要，不需要空投。你需要我的专业技术。他慢慢跟我打，是他经济优势超大，他这样可能伤控满晕，你知道吗？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圣堂武士，出动！我能武器。银河飘零。守生者永不屈服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执行。听从你的，我们一定会夺回艾尔。魂乳。我是。怎么打啊？这个等虐这个。我们听从，我们要往过。优能，他这场就算他出大什么大龙，还出什么大雕，我都守不住。看一眼啊，金矿，我们还应金矿场已经耗尽，指令已。体能混入一体，我是玉。请下令。你没有足够的精力。我回来效命。我们干啥？毒爆！我操嘞！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来，神之立场要登场了！来来来来，不嘴炮。这个立场。足够的金矿。荣耀是。能量不足。金矿场里，
丢你死地。我们正在。给我方向，优能网路步枪。我是黑暗之心。你老师也被偷炸工兵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你没有。没有足够的金矿。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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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足够的金矿。干他在我这边拉屎，太岁头上动土啊！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他等下用毒爆，我已经看到他等下干嘛？他等下做毒爆，然后全部丢在我头上这样子。毫无想法怎么办？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我来了，在阴影中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我只能任由人家在我脸上拉屎，却什么都不能做。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我来了，在阴影中。我来了，在阴影中。问单兵该如何处置？我想到，在他空投我之前。我先 A 过去，制造他的失误。金矿场已经耗尽，金矿场已经耗尽。我的奇形论斩。金矿场已经耗尽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升级完成。我是。高能瓦斯永远已经枯竭。浑如。金矿场已经耗尽。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我来了，在阴影中。领导，基地正受到攻击，能量不足。优能，我们还阴影是我来了，在阴影中。金矿场已经耗尽。
能量不足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以艾尔优能网络，优能网络部件。高能瓦斯永源已经枯竭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金矿，你需要更多。我来了，在阴影中。对不起，大哥。好，开灵山。他居然使用对不起大哥。啊，好，来讲解吧。好，那我们讲解塔斯。哎呦，按错。另外一个虫族叫怎么去啊？另外一个虫族叫做 ELAZER。有 AD 呀，好，那我们来讲解歌。我们用星海的背景音呢，好不好？然后来开他们的画面。поэтому высокую тему. И не видел. Я пока ни разу. Уверен, что. Пин.我才没有打排球哦，来。好，我们讲他们的昨天的这第一场。哎，我的画质最高吗？720最高。好，好，这个是。